就想问，就是命里缺金的人可以用金色的碗来吃饭吗？就是说看上去那种像钵一样的那种。命里缺金的人最好把那个金子吃到肚子里去，是不是啊？不能吃，啊，重不金能属。吃，不能吃，那吃金丸有什么用啦？缺金的话，要多念经，多念大悲咒。家里放一些金的东西，只能遮盖一点；身上带一些金饰物，只能遮盖一点，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。本身人的阴阳调和还是靠你的气场，气场的话，你念经学佛的人，他气场就会菩萨给他阴阳调和呀。这还不懂啊？你靠人间的行的？你家里对的，缺土那呢？种念的经文呢，你家缺土，大经文家呢一没起啥吃什么土用好处。了，大家吃土好了。那缺土的话，就是除了多走路，还有什么方面可以就是把补那个泥充？土多加点水，调一调，然后擦在脸上，老子坏掉明了。白了，师傅，多念谢谢师经，傅。土啊，土也好，对不对？金也好，金木水火土，它本身就是阴阳一种调和，就像人身体的维他命一样的。哪一种维他命不够的话，补一下，怎么补啊？你一运动，所有的维他命都全部都生出来了。你不运动，那么有些维他命就缺乏了。维他命D 呀，不晒太阳就没有了，对不对呀？维他命对。E 呀，免疫系统出现问题了。维他命 C 呀，你不吃水果它就没有了。所以一个人要全方位的发展。所以过去讲德智体全方面的发展，对不对呀？对，好了。师傅说的对。